山、永定和文化带沿线各区都为群众举办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。我们还通过这个学子游走三山五园这些活动，让我们的青年一代更好地认知西山永定和文化，通过寻找最美文物保护人这种方式，来把群众中保护文物、推动西山永定和文化建设的这些先进事迹，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跟传扬。